Hello， 大家好，我是露甲。文章的，今天我跟文章拍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影片，非常开心。大家看我的头发，现在整个有一点乱，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去一间在日本非常非常知名的美容室来整理我的头发。我们比尔斯万乌卡多赢吗？乌卡是在日本非常知名的高端质感美容企业，旗下的美容沙龙最为知名的就是提供多样化的精致服务，从头发、指甲、睫毛、头皮护理、按摩等都可以同时进行，让生活忙碌的女性可以在这里享受至高无上的保养来宠爱自己。这次我和文当受邀来体验的是六本木的旗舰店，在表参道、新宿等地区也都有贩售品牌商品的店铺哦。那我自己也很早就知道乌卡，那他们这次来找我合作的时候，我真的超级开心的，就是我要体验 Head Spa 还有做指甲，真的很期待，超开心的。文当，我卡梅拉嘛。呀，露ちゃん、今日新宿に来て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行きましょう。はい、レッツゴー。露ちゃん、今どんな気持ち？すごい嬉しい。お、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六本木ミッドタウン里面要前往乌卡。何が一番楽しみ？ヘッドスパでしょ。おいいね。なんか今回ヘッドスパはここまで来るらしいからめっちゃ楽しみ。こんにちは。好可爱，你们看的店里超漂亮的。すみません。ミッドタウンの待合スペースになってます。ここからはもう一面窓ガラスで、今は夜なのでちょっとしたライトアップが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ちらがヘアブース。ですね、結構こう広いお席もいっぱいあって、ここで奥でシャンプーができて、あとはこちらですね、こちらの一面ガラスのお席でカラーリングしたりとかカットしたり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通常の部屋がスパルームになってまして、こちらでヘッドスパと施術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でお肌が敏感な方とか、カラーリングした後でもヘッドスパで汚れだったりとか、お肌をいたわってケア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んなところにこだわりか。やばい、いろんなところこだわってますね。今天呢，他们帮我安排的房间呢，是他们这里的 VIP 室，就是各室，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房间，很少在美容室可以有这样子的对待，超级开心。うわ、ルちゃん、VIP だ。でで。哇，这个就是他们的 VIP 室。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 VIP room 里面呢，他们也可以在这里边施术边看外面的夜景。哇，好享受哦！因为我今天要做的是头皮按摩疗程，还有指甲疗程。那因为现在我有做指甲的关系，要先把这个指甲卸掉。好，那新的姊妹你拜拜。拜拜。再见。再见。すごいタオルも logo。そうですね。他们这个毛巾也是用天然材料做成的。那乌卡他们这里很特别，就是可以像这样子边做指甲，然后等一下可以边做头皮按摩。我在日本有去过非常多的美容室，但是从来没有做这种服务的，所以很开心。这个是去光水卸甲液的，文当第一次看到哦。只有手。那现在我的指甲已经卸完了，那因为我今天要做的头皮疗程的按摩，它是也有按到我的肩膀还有这边的淋巴，所以现在要去换衣服。我现在已经换完衣服了，天哪，他们这里的这个按摩的衣服很可爱耶，好像小洋装哦。因为一般这种按摩的衣服呢，都会像是一条毛巾这样铺着，结果他们竟然是设计像这种洋装的感觉，超可爱的。而且刚才挂衣服的地方，文当也有留意到，他们用的衣架是不会滑的，可以好好的把衣服固定住。这种小地方都很用心，真不愧是日本的美容院。お友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さあ、こちらです。那现在呢？他们要给我的头皮做检测，看我在正式开始头皮 SPA 之前呢，我的头皮是怎么样的状况。私の頭皮だ。こういうところ白い塊、これが毛穴の汚れになります。あら、汚れが。我们来看一下文当的头皮。え、めっちゃ綺麗じゃない？有搞到的。那他们这里的 Head Spa 呢，有两种 course， 是60分钟，还有90分钟。那里面还有分成是主要在按摩头部，还有我今天做的按摩淋巴的。如果只要按摩头部的话呢，就不用换衣服，没有关系。厳しいです。やはり硬いんだ。お
子ちゃん気持ちよさそうだよもう顔が。ルーちゃん起きてんの？起きてます。ここは前頭筋って言っておでこからつながっている生え際の部分なんですけど、ここが硬い方とかは頭でいろいろこう考え事をする時間が長かったりとか、頭を動かしてるとここが硬くなります。あ、按摩好舒服哦。那他们乌卡这里呢，除了美容室之外，还有另外运营他们的乌咖啡。那乌咖啡呢，有卖饮品跟蛋糕，还有便当。那现在文大在等我没事做的时候，他好像就要吃一下乌咖啡的蛋糕跟饮料。文さんも楽しみです。気持ちいい。ちょっと冷たくてだけでクレンジングしていきます。で汚れを絞り出したいので。こういうつまむマッサージをしていきます。ちょっと痛気持ちいい。痛気持ちいい。めっちゃ気持ちいい。ケンさんすごいウガの有名商品ですか？あ、はい。もう一番売れてる商品になります。特にこのコロナ禍でご自宅で頭皮のマッサージしたいっていう方とか、それで家でちょっと簡単に。プロのシャンプーが自分でも味わえるっていうので、カフェのチョコレートケーキが来ました。こちらほうじ茶ラテ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いやとても美味しそうです。めちゃくちゃ飲みやすいですね。羨ましい。とても濃厚ですね。ホイップがやっぱちょっと違いますね。そうなんですよ。言われてました。でも本当すごい。那时候很多日本女生会特地在约会之前就是来洗头，或者是用这个香气的发品，就不自觉得散发出香味，跟另外一半出去约会的时候用的另外一半，好有趣哦。爪と同じ成分が入っているようです。すごい。これはラベンダー、オレンジ、バニラの香り入っていきます。あ、本当のいい匂い。いい匂いですよね。はい。那接下来看一下我弄完头皮的样子。哇，本当だ、ピッカピカ。毛穴の周りがすっきり綺麗になった。本当だ。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我现在做完了，哇，整个头发变得好顺哦，すごい。哇，すごいサラサラなってるね。因为我的头发有很严重的自然卷，那平常一定都是要用电棒把它夹直，那我现在完全没有夹，就只是吹干，就这么顺，真的很难得哎。然后我的手超舒服的，看我指甲，这个指甲竟然没有做光疗，它就可以这么亮，好开心哦。刚才手也有按摩嘛。摸起来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好舒服哦。大友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気持ちよかったです。那在乌卡他们的柜台对面，这里有他们的商品贩售区，非常的丰富。嗨，大家好，今天推荐一些 Hello Care 的一些产品，我们的 Wake Up 的系列，它是可以让你的头发从发根立起来。那这两款产品呢，是一个系列，同时也是90%以上天然成分，也是同时有丰富的氨基酸。你用完之后会觉得头发非常的舒服、飘逸和自然，而且瓶身设计好可爱哦。对对，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做可持续发展，所以这些都是用可回收的这个材料来做的。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在清洗
洗完我们的头皮之后，也要给我们的头皮输营养。那其实我们的头皮的皮肤其实跟你脸部的皮肤是一样的，就是你需要洗干净，然后同时要补充营养。那我们就会推荐这款 River Serum， 用它在按摩你的头皮的时候，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给你的毛孔补充营养，促进你的头发生长。然后我刚才也有用这个 Kenzang， 它在欧洲、美国还有在亚洲地区卖是 Cocoa 的一款产品。真的假的？好厉害哦。因为这款产品它是硅胶的话，它其实在按摩你的头皮的时候不会对你的头发有拉扯，而且它的硬度是刚刚好的，非常的舒服。嗯，谢谢我们文章，虽然今天没有跟我一起做按摩，但是我来帮文章按摩。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哈喽大家好，那我现在已经回家了，就来给大家看一下乌卡他们这次送我什么东西。首先呢，就是乌卡热卖商品噔片掌。他们其实后来有跟我说，这一款除了拿来按摩头皮之外，也可以拿来按肩颈这边，刺激肩颈这里的穴道，然后来帮助它的淋巴流通。因为我的头皮比较敏感的关系，他们给我的是粉红色，就是最软的。大家看尖端这里其实是会凹的，不用怕刺激到头皮。很开心洗头的时候可以多一个这个流程，感觉更精致。我现在光这样按就觉得很舒服，还有头皮用的美容液，这个我也超开心的。随着年纪越来越增长，真的觉得头皮很重要，就头皮状况没有好的话，很容易有白头发或者是发质就没有很好。接下来就用这个头皮美容液好好保养。然后是头皮清洁液，因为他们看了我的头皮状况还有发质之后，他们都选适合我的头皮跟发质给我，真的很感谢乌卡。最后就是洗发润发乳，这个也是黑人在最后购物的地方有介绍的。哎，这个瓶身这么可爱，放在浴室很时尚。那最后跟大家讲一下整体我对乌卡的心得。影片开头也有说，其实之前就知道乌卡，因为乌卡的商品在日本非常有名。然后这一次去真的是觉得很感动，而且完全没有让我失望。我最后有跟他们 PR 的人说，就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乌卡在日本会这么有人气。当然除了商品好，还有整个流程非常的舒适，而且非常的精致之外，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师给人的感觉真的很好，就让我觉得很放松。我非常喜欢日本的美容室的原因就是那个气氛真的很舒服，然后会让客人打从心底的放松。后来吹诊的时候真的完全没有用电棒，头发就这么顺。这次去我觉得蛮值得的，之后我会带文章一起去，因为文章今天只有看他不能实属就蛮可惜的。之后呢想要送他一个礼物，就我们两个一起去。那乌卡不只是日本有，当然台湾也买到他们的商品。这次当然也有帮大家争取到优惠，有兴趣的人都可以看资讯栏。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谢谢大家也看今天的影片，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お祭り。